浙江的孙晓娇，他是来自浙江省宁波的运动员，他曾经获得过世界友好运动会平衡木的冠军，他是目测的挺身前弓上木，上木以后马上做了一个燕式平衡，攀升跳转三百六D组，再做个陆跳。 这是个D加 C 的连接，它不利的是呢，它第一个出场，这是对它很不利的。这是个0.2的加分。好的，这是算0.3的加分。单臂后手翻接小翻，再接直底后翻站木。这是个 C 加 B 加 D 的连接，现在是交换腿跳，马上接一个收缩后翻，转体360度，又是个 C 加 D 的连接，又是0.2的加分。 平身前弯站木，好的，后手翻转体三百六，呈纵木分腿坐，这又是个 D 加 D 的连接，这时候又有0.3的加分了。狼跳转体360度 D 组难度0.1，第一个出场确实对他有些不利。 好的，这是一组难度，这叫交换腿。 陆截环跳，一组难度0.2的加分，现在他的加分已经达到，现在已经达到10.1了。盘身后空两周下，下法很稳，下法这个地组0.1，他的这条动作。